大家好，这边跟大家介绍的是 Earth2 的 demo。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说，Earth2 它不是一个解决方案，它是一个平台，平台包含了这个硬体跟软体的部分哦。那硬体当然就是我们有 DGX for 加速运算，有 OVX for 视觉化。那画面上所呈现的是一个数位孪生的概念，然后给大家做展示。画面上看到的资料啊，它的解析度高达1.25公里，我们可以挑选地球上任意一个时间或空间的区域。然后去做资料视觉化，那为什么它可以高达1.25公里呢？因为它采用 NVIDIA 的 GPU 计算，然后来加速这个数值的模拟。那第二个要跟大家快速呈现的是这个多数据源的汇整，像我这边载入的是这个 CoreDiff 跟 UR5 的资料。那 UR5 是一个全球比较粗糙的全球天气数值的一个预报结果，那再分析资料。那我们这边可以透过 CoreDiff 一个新的 AI 技术。将这个25公里的解析度提高到2公里，那帮助我们更精准的去评估台湾附近的天气状况。所以以上呢就是呈现一个数位孪生的概念哦，可以汇整像是卫星的数据资料、物理的资料、AI 的资料，还有甚至未来观测的资料，然后把所有资料汇聚在一起，帮助未来的决策分析。所以以上是一个 Earth2 的简单 demo 介绍。